嘿嘞，各同学呢，晚安。晚安嗯，今天嘛，有了有没有还没有上过初级班的有没有？哦，初级就高级班了。你们可以坐坐过来一点啦、啊。嗯，不要那边玩手机哦，上课的时候不要玩手机哈、啊。 所以大家把手机先放在一边，因为上课我看到有的埋头啊，埋头干什么？还埋头在那边玩手机哈。那个，按了表听不后面，后面听得到吗？有吼、喔，好。因为大家难得来上课了哈，也许各位同学来自各方哈，背景无讲大家生活背景不一样。 教育程度也不一样，很多都不一样。大家集合在一起，就是学的一样的共同点，就是华理。所以你们不要自认为说你的初心来什么会，你的教育程度什么，我们都不管。兄调的讲，你有机会来接受国民政府这个华理的训练。 这是最重要。也目前唯一能够改变台湾状况的，就是因为呢，他们这种告美国这个法律，有理的时阵哦，走遍天下；，你无理呢，寸步难行。这大拢知啊吼。所以，咱这个团体，比在台湾所有的这活动诶，这活动诶，要静，要静动。我们蓝淑英。 我们的财力也输给他们，各方面的核动力也输他们。那唯难以上你还的正确的这个华理的理论，这点就是我们最大的强项。而且呢，最大强项呢，也是唯有这个强项，才能够把这个台湾这个整个政治的迄个生态吼彻底改变。所以这点。 慢慢的，你高级班哦，那有的还没有上过初级的，希望再回头再上初级班。因为我们不管你初级高级，都要经过最起码五关以上哦。其中一关比较简单，的就华、是、丽点招。你经过你来高级班、初级班的哦，那就几级的华丽点招，几级的哦。对看你认为说。 你来家接受这个法律训练之后，你也刚刚安装用了。你如果没有，我什么心得那你打退堂鼓，一转就挡。哎，如果说诶、欸，这个还可以，我们继续，就是几几年来回那个法律点招。又有了近日什么？近日列职权训练了，哦，那个职务点招，列职权的。讲，我以可能被这呃名利代表的议员，还是我被这内阁格言。 哦，就是讲以后要办公的，呢，做民政府，一些怪的特等官、兼任官，都一般迄个官员，而且嘛在办公的。所以你起码大家在想啊，这个、中华民国怎么离开啊？那要用钱去关呢，还是不用下呢？就为了华丽，所以一般人讲，那有那么简单吗？一个曾经在台湾的中国大陆。 啊，都能用挂出的中华民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挂出的啊！哦，而且那个代表权呢，的 P.R.C 来代替。那边来，即来家本来就讲，哎、欸，不用台湾这里说的，但是呢，这個、台湾不是修了，伊修在哪里？伊修,修在中国？这不是会修？这是过境怎呢，暂时何样啊？呢何地才生存呢？台专咱接受的这個教育，咱拢唔啊，我们都不知道。 不啦，的十当的心咯，一直拢伫中华民国体制的教育里底。所以各位，你若无咧想谈民主母，你若唔知影讲迄落台湾片哦，唔是中国嘅。他一用下来，一直用开罗宣言、用波斯兰宣言，即啊只爱心吼来甲咱搭调所以就讲二次大战，日本就是咱的要国建输料呢。那说他放弃，放弃是放弃啥呢？ 放弃管辖权，本来我的管好啊，我阿多渐渐衰了心咯，我放弃，我阿要放弃我什么人？什么人？伊来主管，那么放弃，而且他还不能够放弃他的主权，因为一九四五年的时候呢，他已经的迄个颁布一个宪法出来，的变成台湾配偶，是他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，所以以前台湾情况可能是殖民地、啊。 在一九四五年的四月初开始，因为我们他可以征兵，而且他可以呢叫咱派民的代表去东京开会，表示咱有参政，咱有做兵，了后的就真正是大日本帝国的一己轮主啊。因为殖民地的话，我免甲你每一个当兵的义务啊，所以中华民国来的时候，一一段期间，拢叫咱去做兵啊。 再说即只男生，我拢会做兵。来时咱拢唔知啊，咱无知啊，所以咪叫做兵了做兵啊。啊，现在发现唔对呢，因为你是外来的政权，你是暂时的台湾即个将啊。你无权利叫人做兵呢。因为是代替美国占领，美国占领伊来来，伊来袂让叫人做兵啊。上夜做了，咱的岛内内底维持治安即个赛。 所以你说征兵，征兵需要效忠谁？征兵需要效忠一个国家呢？在中华民国不是的国家，所以为什么呢？所以美国一个宪法有效条例来对第三百二十二条里面里面，一等于来对二十三百二二页。要下，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没有法定的领土，所以没有法定的领土，它就不能够成为国家。 所以，零四年迄个美国国兴 Power 型的正式购买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，来台湾也不是主权一个独立国家。来，阵阿讲，报纸安尼报的时阵，憨憨奇怪，你是咧讲什么话？到、啊、事实上，他有有所本嘛？是媒体吼安尼放的了鬼，无爱想个解释。因为解释时呢，中华民国的假面具的鬼拢拢无啊。什么选总统呢？你只是管理地区尔，什么总统？你选国王啊，领导的代志啊？ 但是美国给你的是什么？你管理当局。啊，因为二次大战之后的时咧，迄、那个丘吉尔是远东军的统帅，马克斯呢是整个亚洲盟军的最高统帅，远东军还是要受他的指挥。啊，远东军呢包括伊去对其他呢，包括迄个中南半岛有无？迄、那个所在英国呐派军队来啊，你会记无？迄个桂河大桥有无？迄、迄大拢真有名有有，有无？ 英国拿派军来受怎么样？远东军就是爱受蒋介石去了。但是二次大战了就马卡萨呢，用一号令给奥多万的第一个命令叫伊来这样呢来接收了。而接收不是这里说在被和议的，是受降。伊知吼？受降第一个中山堂个是有四个旗啊。啊，苏联个、中国的加英国加美国的、那个啊，个旗有无？所以人家解释讲恭贺啦。啊，大冷狂沙沙，什么要恭贺？ 迄个讲好，伊有讲好咧。迄八年抗战时家己咧讲诶，伊本来中国就软尾袂啊嘛。迄个日本伊拍怕派个心咯，老志愿就走走到底，走到重庆诶山咧，密里山林咧，你知影无？所以是因为美国两颗原子弹抌咧了后身，日本投降。啊，讲起来就是，中国捡着火烧罗啊，无身家己国家也无容易，伊是为哪救咱台湾？所以讲了讲好，迄时讲诶，有无搞坏只讲者无伊啊？ 对不对？迄一个体育节的、什讲共和节的，所以有当咱读册、這個，因中华民国历史的书咯，还有一点错乱啊。啊，所以台咱的教育各位在座，我想恁拢读过迄、那个历史甲地理啊。即摆地理读起来是喏，连一点仔路容都无啊，好不好？中国在改改地理玩咯，改改啊，啊要读迄个地理了。做的时间啊，啊，阁啥呢？嗰历史也相像啊，所以历史你若讲迄边吼。 讲甘心呢，一边讲英雄啊，一边讲英雄、啊，一边讲甘心啊。啊，所以你是变啊，变啊迄块呢？两个都无共款啊。你讲哪岳飞啊？你讲迄落啥秦桧有无？你讲这甘心啥？还一讲是民族英雄啊！你自成功创业，还、那、一个民族英雄啊！你变哪讲？迄个苏维是两个，迄种口罩对无？中国人是国民党、共产党，这种口罩兄弟啊在相拍心哦，伊就讲伊讲伊就讲安 啊，所以咱头先读书的資是变了健康，所以咱台湾人出国留学的心呢，去读了外国，正确的读书心咯，哦，原来所以百分之九十九遐人，就咪主张办台湾独立，为虾呢？讲前个外来政管呐，啊，所以所谓大学生出国了的时候吼、哦，除了国民党派的遐自学生啦、啊、职业学生啦、啊，以外的人呢，大部分上 A。欸 拢有对台湾有台湾心有台湾情。你出国留学，一直想讲吼、哦，要为台湾这个拍拼。但他们的想法是基于人性的，基本人性的想法就是，就讲我着出去你台湾，啊，伊有机会来替咱台湾服务。啊，台湾啊，管理咱咱大人家己个管理，不爱乎中国人，因这个外来政权管理，所以他的主张讲台湾需要独立。这个非常简单的逻辑，这样的是喏、哦。 但你若来唐逃民总武，结果這个训练之后呢，你也感觉讲哇，这这个唔对牙咧，法律啊那个，法律法律呢，嗯，含熟悉，迄、那个中国人这个教育完全背道而驰。所以台湾参加逃民总武一整个心，那时候我本人也受过了在绿岛那边的磨练哈。 绿岛十五年吼，这不是要佚佗，要观光吼，早会滴个迄、个迄个研究所遐，吼，哦，恁若有机会到绿岛著看。迄个高高的围墙，即马拆起来门会当入去吼。迄个绿洲山庄啊，绿洲山庄遐当初著是咧关关的，啊，即马用人钱的园区了。哦，各位有机会到绿岛看看，我即个名还个伫遐，吼。啊，有迄个、迄个为下骹起来吼，立碑落底啦。 阮人啦，关伫遐还拢吸一个名地呀，绿岛遐吼。所以我讲一段讲即、這个 <coughs> 绿岛山庄遐造就了真杰。啊，得、就、倒是讲关于金杰啊，出来了后为台湾继续的拍拼奋斗的人。但奋斗一段期间，甲今仔是我讲拢了足一段时间嘞。为虾物嘞？咱的,的观念一定甲讲，这台湾是咱台湾人的。 所以我想在座的，在这理想，上、啊，阿只导咱导人诶，是毋是呢？但是这是错误的。为虾米？这就是讲台湾的地理方位、啊啊，为什么讲卡会咱想安尼？毋是安尼？我讲咱伫上课甲你讲哦，这叫爸母生子，你知无？所以爸母生子，你讲是安尼讲，我较大块，较毋敢生较瘦呢？啊，即我敢生较瘦呢？我着要较大块诶，阿你我大啊！我 是大人敢生安尼啊？迄叫做爸母生正啊，你知吼？但是台湾就是像安尼啦。你讲你无爱做美国人，你无爱做日本人，我无爱做中国人，你爱要做台湾人？是甚物款的台湾人？有你不得啊！为啥？因主管毋是咱的，主管毋是伫咱的手内底，因为咱曾经伫迄、那个迄、那个中国甲日本战争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了。 台湾澎湖已经永远割让给上给日本了，所以让他们和日本呢，发生这样的关系了。但是呢，因为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咱的我就没国日本战书、战书逃离了，又在人追，所以呢，也、啊、不能光下台湾来，所以咱这关系就跟日本慢慢的脱离关系啊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关系还存在。 的旧金山合约，美国这是这边的占领国。美国既然是占领国以前，它有绝对的支配权，所以当那你隔壁国一些人，美国那边送我们，迄个两百多就这这能办。哈，你看哈、喔，左边这两只狗仔哈，右边是奥巴马。你也想，当美国上给我们这两百多的金哈，他没有给你解释。 干哪讲，你这两百度给当个恁的秘书长。必须你看了这两百度的信吼，欣喜若狂。伊啊啦，他们华丽完全正确。这边这两只阁仔，这个阁仔佮过叫二重桥，好无？咱后尾个天皇住宿啊，阮达旦吼，咱达旦弄去，拢会经过这个二重桥安尼行行行个，行到伫后边遐，无？后边遐一栋厝，迄、那个日本天皇咧住的所在我红点知啊。 啊，这个基准价格啊，代表呢就是日本皇居啊，就是日本迄落、那個、天皇咧大所在，所以七百多，哎、欸，奇怪呢，代表什么？另外，这个奥巴马一个加圣经有无？迄手大圣经伫下宣泄，一个代表日本，一个代表美国。所以當，当二零一零年咱伫下开开啥呢？开个酒会时阵呐。 美国现在官方的代表现在的这两百多叫遐迄个上等的华隆秘书长，秘书长他有智慧哦。伊在讲这两百百多的心哦，代表什么？就是含现在法律很正确，那就是日时美战。这个非常简单的迄个来滴，来一般人哦，诶，这两百多是要创啥？你底下上几波免？法律上直接就知啊。 这日食美战哦，但系冇咩嘅讲清楚。美国先哦。有单咧叫你加钱哦，我来叫你吐一步，你啊，吐一步。啊。我们现在按照美国的指示，我不要叫你一步，你不能吐，能波呀。而且是讲我这步要叫你加钱，你唔能加抛呀。那边在乱乱加钱啦。所以我们过了开始呢，零六一个,个二十月二四，呃零七零八到零九。 讲九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已经到高等法院，上到最高法院。迄阵啊，怎样讲停暂时啊，吼、哦，要暂时三嘿嘞，三嘿嘞？美国家庭台民主来准备好势。迄阵啊，甲重庆、重庆过来做最后的裁决。但是呢，迄阵啊，美国国务院的讲啊，我放弃抗辩权了。你美国若放弃抗辩权的时，就表示啥呢？ 表示你以前一情一审、二审，你说信没吉来家，我被告我都认了。从这你原来给级大家法院所判决，所以其实唔免留待最高法院了。没有国务院的意见就知样？我放弃就是的是安尼嘛？讨咧小个拢是讲啥呢？讲哎、欸，这是政治问题啊！哦，但是呢，咱好迄个咱的律师，咱律师旧年告回来，迄、那个十九个来。 那个律师哦，哦，相当有名，相当厉害哦。也讲这不是政治问题，这是法理的问题。所以美国国务院用拙借文件出来，包括一九七九年的《台湾关系法》拢鬼拢搬出来。那很简单呐、啊，到迄个高等法院的时候，迄、那个法官猛啥，猛迄个国务院的律师哈。也讲我们的政府。 到现在为止，戛进为止的对了吼。迄、哦那个旧金山合约还有没有效？我、哦、这人法官问了重点了。结果迄律师，亚力银行亚贝达贝逊的呢。迄、那、是个哈佛毕业的一个查某律师啊，代表国务院的。银行亚贝达贝逊咯，法官就甲讲啦，讲我告诉你,告你还有效啦，为什么呢？ 咱外国搞的是用《旧金山条约》，迄个四十八个国家哦，四十八个国家，伊拢是经过伊家的国会拢有签字通过，佮代表迄个国家来签的。四十八个国家，迄个中华民国啊，或者叫 P.R.C. 啊，因拢无了的，也无资格。所以，咱签这个《旧金山条约》时呢，伫所有国际条约法律里面，位阶是最相关的法律位阶了。所以他们。 开罗宣言啦、啊，波茨坦宣言啦，哈，这些拢是未解有够多，迄是宣言大台公告尔，而且在战争中所讲的，但是真正的，这个战争结束就要有什么条约？所以迄是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八，四十八个国家签的迄种迄落旧金山合约，这个正版的。所以咱个是经不起，所以咱个了时真老实讲，你美国呐引起真大迄个。 因为他重新迄个启动来研究，讲奇怪，为什么二次大战之后，美国任何一届的总统、大英的参议院呢，都不宣布从台湾撤军了，这就是咱个人啊！美国法院以我党安尼判，讲还有效，就这样子。按照美国法律写呢呢，你宣布撤军要的总统、不伯参议院。 列个无，奥巴马被宣布为伊拉克撤军勒时候，伊就讲来美女贵有贵嘞。我美军要从伊拉克撤军，好不好？所以美国底下七档啊，然后最后战争结束，就交当地的民政府，勒伊拉克希望民政府要当要撤军嘞。当初伊拉克的民政府吼几十个页、啊、呢，因为一夸阿哥那嘞，迄个族伊拉克的迄个族啊，民族族者啊，因前就讲海参要导弹。 好、哦、啊，所以来按照战争法来滴，就纷纷来要招人、招兵买马，就拢分去组织咱迄个、迄、那个民政府就对了，就准备要接掌。但是呢，最后美国裁定甲一个人，在迄个时呢，是战争中的时阵啦，伊华盛顿地区设办公室的，你到尾啊挣钱就交搞、搞起来，讲你等于我美军的心就是支持你，你咧所谓诶政府。 所以，规十个只个选一个，那个叫对口单位。所以，台民政府过了廖时，美国来讲，你在华盛顿底也设置了 office。所以，咱在华盛顿底下，哦，咱有设置办公地点呀。去年晚起也是，老哥去咱的办公室也参观了。因为咱只无通派第一大下时啊，咱的经费无够。但是即、這个迄、那个所在还个第一大下。咱做国务院的是要叫啥？我来叫下那个转过来接下只。诶、欸。 遐办公厅袂使伫遐困咧，袂使讲咱即个只用一个要倒来遐困吼，而且遐帮助足贵啊，袂使。伊咧办公是办公，你住家的住家，无咱即个咩讲阿罗呢？节省经费啦吼。啊这这，办公室买一个吊床来困啊，袂当。所以咱即啊，佮一日呾一个办公室伫遐，各位高级班之后，五官有机会出国的时阵，像即个奥各位。 哦，我们要集团要做业个这个美国就是国际记者会，这个要高级班以上嘞、啊。哦，拢毕业了，高级班以上，所以你即届吼，可能没有那个机会哈、哦。诶，高级班以上，当其中为爱国文的吼，啊，为也唔免的吼，就是大家正式上的正式，啊，美国甲国际讲，因为咱当初是甲交通员过。 可以到一个阶段了。现在这个阶段，各人到底是呢，会轰动的对了。因为美国进入名 CNN 遐遐记者，跟朱奇记的，迄个吼，到时候你们看就知道。三月哈，预计的今卖时哦，我们官网可能連会两米出来哈。你官网还没有出来的时，我是暂时卖工具的时间性了。我们官网会出来，到时候确定。但咱是只下三月。 回去，我们可能要过去。过年前，我们的去了一趟黑旗都啊。一零一零年九月八号，咱是该第一次台湾民政府成立抵押的一个记者会哈，他聚会。事隔三年之后，我们要正式向全世界宣布，咱的台民政府，记得哦，台湾民政府。 以后要谈这个名誉呢，要进入国际社会。结果呢，端午回来叛军呢，吼、哦，就叫做四维帝国。我们四月二十五号的是要正式国际记者会，结果呢，因假警弄破案，就伫、那个迄、那个洛杉矶的县咯，你底下开一个记者会。哦，我讲好个、啊、在呢，天有台湾，个天有咱台民政府。 伊伫下时呢，合理不要就走早出来啊！若讲人的主管、台湾政府伊后边冲上冲上，把咱即个台湾 government 的地基要拆掉哟！著比直接讲台湾啊，政府啊，无即个民政府啊。而且搁啥呢？这個、日本机啊，这個、日本机啊，是那个差了，无？哦，这个这个日本机啊，哦，咱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场面，拢拢啊，这個四机啊，一定要爱。要 爱并排，这是给你知吼。第一条美国旗，第二个是喏，<对>美军占领旗无？迄美军内底占领台湾，这个可夸来底。个第三个是国旗，个国呢，就台湾民政府。啊，你台湾民政府是？你看台湾民政府你也讲奇怪。啊，是先那个用那个点点吼，这有这个小青有无？六粒啊，代表咱台湾未来六个州哦。 就是本是当时咧划分的，迄、那个行政区六个州啊，所以六个州有无？六个州，然后呢迄、那个黄色代表亚洲啊，红色代表日本呐、啊，那个大太阳咧，日本呐。过来底啊，咱亚洲、日本，而且亚洲搁来底咱台湾，就底这个所在咧区域底下。而、啊、且中间咧，迄、那个代表美军呐、啊，所以是美军占领啊。 所以这个 DI 表现就这么简单，这样这个肝单，我们 TCG 哦，台湾西武肝门的，就这个肝相哦，TCG 哦，这肝、個、相呢。所以西武如果一心把这个东西给掉了，啊日本机呢、哦，安起来呢吼，不会的。但是你啊怎样，以伊开记者会时阵，全场拢有 CI 的个录音呢。 都兼录影啊，也无人知影。所以当美国三个半名敲了必须电的线了，啊关键是啊，恁派出来人是要安怎怎哪呢？必须你惊一两口啊！啊，这些人拢有伫遮做甚物，相关的职务啊？也团民政府的干部啊，哪有可怜，又不可能，传落你，必须你看一咧吼吼。哦 真正是都不老几拢未食被困，你知影无？因为台湾政府是因为伫安那，按照战争法咧，咱的民政府是美国军事政府的卡，你知影？这个架构是安尼哦，美国军事政府的卡，咱的成立台湾民政府啊，含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是美国委托也委托他的，他是受委托的，所以他有家这点法律底子来管理烂啦。 啊！咱你无，咱那无用法律商人隔壁国养料心好，以后这个政权要交搞，你担心呢。你必须要按部就班嘛。所以你来，所以因做你唐明宗为事呢，你专待完，你国酒拢摄起来，酒来底摄滚。他为什么把这人也慢慢讲啊？你要结账啊？你不结账，当然爱护人家的人啊。啊，你人没有对来，你不是去街路去游路舞呢？来，这里啊！ 如果是认同的人来上课，上课了是给你华丽的训练之后，才有机会呃让你担任台湾民政府的主務。啊，你社会作贼啊！这国民党诶、民进党的代理人，怎么？甲前面的一大堆这样人呢，拍摄他们全部都是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的，因呢呢，第一即个即、這个过内来，对对，说来写去的。 这个不能够代表人台湾呐、啊，咱台湾的嘅个性呢？你、就是本土的台湾人，无国籍，本土的台湾人第一无国籍，的现任嘅政府，即种属事啦。因为中华民国唔是咱本土的台湾人，他是外来的，所以当法院的心咯，当个各位心，哎、欸，给成立没有错，本土的台湾人无国籍啊？为啥日本放弃了嘅时阵，中华民国？ 过来时因哦，个拢敢改，改做安那呢？改做迄啰中华民国的人，所以咱身份证起来中华民国的。安尼是安那呢，无尊重国际化，就是安尼违反国际化。国际化咱的国际的部门哦非常清楚，第一主啊，那主动，第三要合法，伊拢无安尼做。大清帝国迄阵那把台湾偏后，永远割个。 大日本帝国是真的有不有加通敌？我告诉你，一正式宣布，我哋两党时间了即台湾个朋友两年的时间，这和和两年。即两年你来了，的考虑，因为你现在已经要学我大日本了，你是要做大日本帝国皇民，还是要继续做大清帝国？ 哎呀，伊个国民就叫清明啊！按照国际话分两两档个时间，两档个了，后，日本搁来反头来问，来，恁即个遮两档考虑了安怎？其中吼、哦、有清话个吼，财产关白白了，让干了算起来了，对啦，拢总造出来的，该拢总有四千几个，叫做大清帝国个清明啦。所以各位，咱要听身份证。 你老听到讲吼、哦，恁个阿祖是阿公还是华侨个时咯？你也感觉奇怪，啊，你大陆人是啊，华侨，迄个是大清帝国，吼恁个祖先吼、哦，要做大清帝国个迄个清民就对啦。伊无要过来日本呐，所以这些人毋知那慢慢开始消失，伊拢无去。所以即若拜清呢，讲也奇怪，啊，你啰，你个做大清帝国，这些人安尼落来是来找不对去呢？ 所以日本当初他有按照国际法来中华民国来，咱即来遮是无啊。其实你有想一步，你知影无？如、就、果、是、你讲拢日本人啊，对不对？日本统治五十当啊？想要敢不不走？你知无？日本迄个、欸、美国讲，诶、欸、诶，当然当然。啊，你即来遮几啊百万人是要要移队啊，要算迄落袂使？美国讲先，我老母遐就军舰当个了。啊，所以。 中华民国讲了，台美国讲了，为了好管理啦，要用身份证啦，有中华民国身份证的先来，啊不，啊，无经过咱同意啊！你看啊，我外省囡仔来教囡仔咧，对不对？伊四六年的时间改啊，现在六七岁，啊，那教囡仔唔知道啊，因为咱日本囡仔，你会想讲奇怪，咱的爸爸妈妈啊是阿公阿嬷拢是本人，嗯啊，介就介变啊，咱煞变中国人伊啊！ 啊！日本人诶，迄个煞生做生出来变变中国籍诶，迄个是咱头家诶啊！毋是恁要等于问看麦，问恁阿公、恁阿嬷，伊是日本籍个啊？来即码呢，变中国人，叫中华民国。即、這个中华民国是恁知影无？有是中意，有是国意，就变中国啊！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可以简称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可以简称中国，恁知影？ 阿、啊、中国呢等于台湾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为什么台湾政府啊？啊，伊用咧咪甲你混淆，你知影无？即马啦，国际上个那湾物啦？啊，拢台湾呐，台湾政府啊，台湾煞变做中华民国。伊不要讲中华民国，所有的外宾来咧演讲的时候，你注意个听，电视台播出来吼，拢台湾台湾，啊，那翻出来拢中华民国，你会记无？啊，所以就是啊，甲你混淆，好你唔知道啊，阿也又要当去、那个。 迄个迄抗议啊！啊，我讲台湾毋对啊，中华民国伫台湾啊，所以你等会讲的中华民国在哪里？中华民国在台湾呢、欸？奇怪呢、欸！所以这个话题要画那个等号耶！这些人是百分之百反对的。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决定不等于台湾呢，因为别做乌已啊！所有来的抓头抓尾吼、啊。中华民国也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无台湾噶偏哦。 因两边的宪法啦、啊，他两边的 PRC 跟澳西的拢无台湾的澎湖，迄都用嘴化的，你知影无？所以美国过去几大日甲讲啊，如果你要拿出证据来啊，哎，唔是讲用嘴化啊，台湾朋友是我的，都没花的，俺男的，但迄计表咱的啊，会使花钱吗？啊，所以他就是安尼啦，骗伊只出来花免了钱啊。台湾朋友咱的呀，我一人花。 啊！这花是呢，美国要插伊就对了。要像个笑话你做你花对不对？有相当实力，科研啊呢，会记得台湾的，就是我美国嘛。你也看下莫拉卡洪灾的时阵有无？蛮久的时阵哦，发文，我外国来创啥？伊就讲要中国想看买一摆，用救灾名义一下无？那美国是怎样？你变什么外国啊？ 发到外交部的迄、那个外交的试管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资料吼，人美国真简单复制的，后来民警到去立威，啊，甲地理翻译甲传播出来，加一、這个机关，即个资料较在较有啊。迄个时阵呢，想要互你学说，欲用即个机会，互中国军机一百万救援，即个名义之外，美国是知影嘛？OK，袂当。结果呢，隔一年，美国的军机来一百，为甚物？阮雇佣小讲。 迄大只晓得无？迄大只、大大的個啊！迄飞机就落飞下来了，美国军机，军机的当时要降落，就代表什么？你就知啊！所以呢，咱有即个一看起来，你就知啊，讲台湾跟美国是怎么样的关系啊？啊，大家一般都唔知道，有即样的媒体啊，不断的讲吼，美国咩事吧？啊啊，阿的呢，啊讲讲英俊，哎、欸、奇怪呢！ 啊，我是讲，喜欢讲阿强，讲很准啊！我讲、欸，阿你若要安怎的是阿强会怕了，会怕我哥呀、啊？这下面都无关系咩？所以讲，我们到阿面政府阿后，你都非常清楚，阿强、我公啦，应该是自身难保啦。伊创无事吼，家己发动动乱吼，我来得分化过来中国啦。所以中国里素来了混混，好怕好怕混混啦。所以你不要说中国一些哦因。 控制遐侪人口，你也想八九千万的共产党员控制十二三亿个人，你看怎么样控制的？有一天呢，会成为亏退休奖给帮得来了。你苏联的心，苏联心那时候他是用 KGB 控制的是十六个国家地区民族社会，所以呢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是偌真呢？ 两三千个迄个民族院啊，免开会啊！十六个国家地区组成诶迄民族伊咧开会呢、啊。虽然、啊、联邦共和国也未分解，是了瓦解。你个科巴奇乌也袂瓦解，以前是安尼呢。嗯、你刚才讲中国是即马不会像迄个苏联呢会分解吗？当然有一天啦，吼、哦！这其实含咱无关系啦，咱上关系。 就是怎样，就是讲美国和咱之间的关系啦。我用客观的，你来想讲奇怪，为啥美国和咱无关呢？中华民国，我只讲中华民国，来咧选总统啦，哦，拢爱找对两个所在，一类美国，一类日本，诶，奇怪，你选总统，我只卖用中华民国，总统不管合法不合法，为啥找两个这两个所在？诶。 二次大战，老英国務、参母老苏联、参母老老迄落啊，中国啊，对不对、哦？吼、欸！哎，英卡也无要走去中国啊？你也想？我用客观的，和你分析一下，你讲，你要选中华民国总统加候选人，为什么不到中国？哦，你也想嘛？为什么不到苏联？啊，为什么不到法国？哎、啊，奇怪，偏偏到美国跟日本。我想以前大陆咪想这个问题嘛，是不是呢？ 要到美国，要到日本，而且哈、哦，你那动算调的时准呐？无美国的贺电，你绝不能公布。很奇怪吼、哦，吴阿贤啊，我一日算总统，我嫌和你美国什么关系啊？要美国贺电来靠准算啊！所以恁知道啊，阿边啊地震算的时喏，叫三一九烈级哦，黑光子弹还会转弯黑啊！ 哦，啊，真也转弯呐！迄天咧巧啊，像，迄迄甚至拢轱辘就拢双轨的哦。为这八多倍，迄个迄个迄个维度遐贵啊，对不对？你老只要听到我们的庄院长啊，新罗迄个院长，不知道有您的课文吼？那时候他就是在那边的，他院长哦。而现在我们台民政府，你真的钱做真个啊，迄个是假的呢。迄子弹真的会转弯的，转弯的是爱豆八多。 嘿，上天的心哦，安尼，保护一个鬼心吼、哦。如果啦吼，佮那较早一段时间啦吼，佮较早，诶，做惯肠肚呢，就会把端管落呢，对不对？一管嘞生死两在啊。佮一个，安尼也较慢一个，我还称这久一个鬼吼、哦，也无魂也无气啊。啊你别讲说了称职，我让相信吗？很奇怪呢。迄、那个分毫不差的心哦。 不只咧，维度也飘过身咯，哎、欸，阁无伤到身体，啊个那咧好怪奇迹来身咯，阁出来投票，所以一个低空掠过，哎、欸，我当想我很奇怪呢、欸，这到底什么节目出来身咯？黑地方家哩杂嘞，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啥呢？迄、那个连接哩输掉，做毋甘愿呐！吼，一定會的差，阁交陈文倩咯，阁两个讲讲，还有一个小护士啦。 甚面挖哥的迄种好小，大大坐出来，连只种白草都拢拱起出来先呢，后边怎么压下去？你要差个唔大有无？有按南坡先呢，游览车，那迄个族人要去旅游先咯，就两千块啊。落去拢会伫迄个凯格兰大道吼，伫遐咧坐啊。啊，那迄、那个台北遐就近下班了会当坐啊，就一盖时咯，一千块啊。啊，迄个龙山寺一带遐的迄落遐加油啊。 好，迄、那个时间拢个拢早起食饭，阿爸今早去食饭呢，过领钱，你底下借路钱就对啦。啊，若过月几啊，錢哪來 1, 那個、有钱那下个加一千块，迄个根本都有钱啊！想看即、這个，会当两巨人吼，看会家变起来呗。但最后呢，美国很简单啊，美国也公布，公布啥呢？迄、那个卫星空照图落来，迄、那个车在对营车队到对啥？ 迄个演技是真正咧手就造出来啊，唔是自导自演的，讲迄个安尼对不对？安尼到咧，迄声也直直袂了，袂了安那咧，换一杯阮的阮迄个老老战友啊，是面的啊，吼，因就出来讲反腐啦，就迄个个用个红衫穿的，都变红衫军啦，原来也是拢拿出来的空枪的啦，迄输了唔甘愿的啦，但若比我甲讲即真的啊。 迄清据毋是家己迄落个的啊，不是主导自演啊，是真正的啊。但一个不甘慢，所以阮迄老阵就出来红山、啊。军啦。或者母，哦，台湾母的先吼，我是讲吼、哦，每一人拢毋通要做法官啦，每一人毋通讲要做吼、哦、迄、那个迄、那個那个最高的审判审判长啊，审判所安尼想想啦。迄个法律不管对唔对的时阵，吉拉是咱个啥呢？ 台湾这民主自由得来不易嘛？我这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，啊牺牲的青春安尼过来，慢慢一点,點一滴过去。我这人尤其民主人家，达到阮这批人会紧到头起来，做楼梯起来。遐、嗯、律师，裡面你明日台下做遐律师的，以后呐会当选掉，会做议定会做总统，好唔？即、那个加东西，迄个。 当初美丽岛遐读书啊，啊，我即辈是比美丽岛较，佫较早，是不是以后是佫插到美丽岛啊？所以各位，台湾的迄个白色恐怖内底有一个阶段性啊，早期的佫较早期的，上早期的二百事件，迄种活动老底仔含咱讲话啦。而了后，白色恐怖的阶段在了我呐，我了后时阵，搞袂是美丽岛时，我十五当出来啊。 为了美丽岛事件的公开审判，我以前无公开审判呢，完全避免审判呢。是我一九你，我爱时尊平教授带流亡到瑞典。我讲，哎，这是机会這裡這裡呢。你这海外是爱把台湾遮遮那呢虐待咱岛人遮本土遮来遮，爱护国际知影呢。爱无注意边呐，所以我做足了。哦，啊，真无简单。 伫一九七一年的时阵，甲用出嚟，用出了为日本、日本走美国、美国为咱啊，国下去公布咱台湾有就作贼，就上家己来统治的时阵，我哈济人要主张安内，主张要推翻国民党，推翻中华民国，有向那济人关于绿岛，为关于台湾，为关于新店、军港，这是我用出嚟的。所以迄阵也是我一九零五、九零五爱出来哦。我头是办十二档尔尔。 但是为啥伊到尾一、一十五档啊？哎，成绩未歹，佮加来吼，成绩好啊，再加三年、啊，都必十五啊。这些呢，所以台湾伫咧迄个变动中的时阵，我迄阵啊一直想啊，啊这外来监管，咱大陆要安怎？所以我谈到讲，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感情上的感情上的爸母生食呢？ 由不得你，要安怎样诶！但是现在，因为咱知影，唯有这个华丽也行咯。下当把这外来政权挂出去，免拿来一边一桌，免大家动手动剑，老火老地，也不用我们走上街头去抗争。嗯、你记得无？红中聚会二十五万人去街头，我马上就要叫上贷款青年，我来哪？我来骑脚踏车。 有奈我何吗？我多吗？是不是呢？所以你民意，我代表迄个是这种愤怒，那愤怒哪里愤怒呢？你对这个政权毫无可以动摇他了。哎呦，只要话美国，搿你搞掉，你动不得就对了。所以咱个呢，诶，源头原来你是美国现在也真简单，法律我们站得住，我得过美国啊。你知吼？那个张虎头就对了。 我只要每要对你迄、那个中华民国国民党了，我对你美国，所以我们秘书长的信了了，算那那样二二八，是把这个数据的信吼来告美国的。所以会零六年十月一日，一直到现在的新吼，一直都进行式诶，进行中的对了。所以美国一直拢很难直接官方的联系，叫咱请什么请，叫咱来上课。 伊个只着讲袂使安尼，袂使安尼咱着教安尼。所以你不要咱所有的上课，各位拢马上直播。伊比国要看你有伫遐咧造假无？伊比国重视啥呢？我们脚踏实地，咱是真实的，咱袂怎做虚伪的，袂使用遮当头的，哎，啊咧报去有美国不行啊！所以今天美国人的国家的强，就是脚踏实地。 所以咱要二时呢，咱袂当中华民国中国人一直投机取巧，咱袂使呢是，咱现踏实要务实的对啦。所以各位上面要关关都要过，就是你不管你初级高级，还呀高级提你、啊、去了以后，每一个关卡以后，咱拢用电脑控制啊，电脑关起来你就袂让入去啊。你要要不要讲我内阁要话机员拍摄，要有电脑。 亏了的时阵，就是迄个低书内底有个密码，拍开了才能变动。唔是咱随便要变动就变动。他现在慢慢已经这样子了。有你各位代表来，就是他们民主未来的格言，未来的金元，建国人元。对于讲年纪较老的啦，讲我免啦，我就出来了,了。哦，按、啊、了完成啊。我来领退休金，我领钱，老人年金，我就做好鬼啊。各位。 我们预估老人年轻，用美金算的啦，哈，美金是用八百块去乘二块啦，美金八百去乘二，为什么扣迄个乘二的？啊，那无一路开来无用八百吼，因为乘二的是啥？第一有打击，咱即卖是这批人，就是外口讲叫恁笑的，啊，叫恁讲恁恁有发烧无？吼、哦。 这辈人敢忍受很多的委屈，我来举办，我来接受这个华丽的训练。这辈所谓那“戆戆”的就对了。诶，怣人有功夫啊！你今天就是的是讲咱的八百青衣来的，遐最高的就是背后对俺呢，就是他、啊、革命的先行者，就敢今日就是对我想掏钱，即来即的人唔惊人笑，忍受委屈即的人，我们必须要跟。 一家人对来家人当然不一样啊。哥俩讲的是讲弱势团体，看年去较老的，为啥要我卡济？借钱、就是、的时候，唔免家里的死血春秋。人越老的话，要活得尊严啦。给咱这给四百块美金，也让家人来照顾。这样人是老呢，老有所养，有所终啊，而住有其所啊。 蒋台民众无一定列出来，所以必须长有机会跟恁讲，台明众成立了要十八岁以上诶，十八岁以上不出的每个人都要发一间房间给他。为什么？人民有无助啊？你知吼？彻底把台湾这房地产的些拢个崩盘去啊！后一人不一世人探无一世人探无一间灶卡啊，啦，你探一间条块。 谢干能够把侬这样子，你得住地保，咱家人困在路边啊。当然啦、啊，有时候了，你付出不是同工同酬对经经营，其他先了。我们考量的资源的分配是不是很公平了、啊？是不是呢？而且到了毕竟啊，人變成呢，不是不那么高下资源了呢，就分配不公了。咱起码迄个。 两百三十几万件、那个钱哦，迄个仓储拢锁定在哪里？银行内底了。两百八十够万件哦、喔，拢说伫银行。啊，我现在是银行，伊啊电商个的时拢交给了，伊为本钱拢去断啊。原来锁定伫即个搭只，我阵个哪里有钱哦？啊，遮遮厝拢互你啊。伊都无了钱啊，电商拢百分之百趁钱个啊。所以现在银行呆账。 国家在设定这下这下是啊，落往厝担保啊，是不是的？所以转到两百几万间的厝，但当近年有足济人去租厝的，卖讲啊，为无厝人去住呀。他为什么这样子？所以台民政个是以后的，把这下这下两百几万全部没收，好也无厝的人住。所以我在讲话讲，我当然是免我闹遐一厝啊。我讲恁着知样吼、哦，两百几万间拢锁定伫银行。 债劵全部、医药箱拢收起来，债劵银行不断关关起来，把债全部收归转台湾呢，所以台湾居民呢，所以让的宗旨呢为台湾的百姓设想，那你要执政时一定按台湾设想，所以现在柯文哲起来这个现象对咱是真好，也等于打前锋了。嗯、我呢必须你要讲，嘿、欸，这個、柯文哲哦，奇怪嘞。 唔知道为咱只学到讹到迄落也行为了咧偷看咱的官网哦、喔，嗯、嘿，啊无开真的，这一挂措施，咱还没相像啊，迄、那個、观念思维，咱还没相像啊。我过以后的咧，真正合作的对象呢，咱别种对民众哦，民众哦，已经的毒素哦，食成这样，吼，就和迄国民党遐种遐种做伙咧强夺哦，咧啊，咧玩弄啊，咧耍咱台湾人，你知影无？ 啊，所以咱有当咧支持民众来选举的时，候，当然了，咱爱立个要支持立个啊。吼、哦，甲你划分嘞。咱即摆是课文做的是讲，嗯，我要逃渡南吕啦。我甲要伫遐立个你诶，逃偷渡南的时候你看最近，所以这时啊，咱伫遐南吕内底吼对抗内底吼，变做分裂去。咱的族群就因为选举分裂去，因为这个物质的文化把咱的家庭内底分裂去。 为兄弟姊妹，是毋是翁阿某啦，吼、哦，伊个伊个伊要捣劣去啦，爱要捣难个啦，对毋对？啊，差个难个呀！我觉个是恶质的文化。以前有当伊咧，甲你买票个时阵，趁先生出去做工过，去食头路啊，吼、哦，啊外，着厝去买，甲太太讲、欸，啊。诶，啊，你照五票啊，啊，两票买我，对毋对？啊，恁先生也毋知啊，你着买我，莫讲做人较小贪啦。 啊！就是那有咧就讲，啊！就发现投什么人拢相像啊。我投什么人，我哪爱食套路，我爱做生理啊。诶，即个观念，所以变成安那呢？伊家己卖时阵哦，偷偷买啊，就买伊啊。等若发现先生若知影爱心哦，啊，两下毋是，就吵起来来嘛。所以就台湾即个选举文化，有个败啊。美国是人两懂的啊。我看你卖遐，你政策无，好，我就投伊啊。我看你卖我卖，用钱买袂行。買買 咱台湾钱买行，所以讲这個文化，你若搁选计了对啦。为什么科比起来的时阵吼，你也看个拢差得等，诶、欸，我毋是要清算呢？我是要搁看卖，讲奇怪这奈无合理，这奈无合理，两两，我毋是清算前朝呢？毋是讲迈起来阵吼，马上修理阿变啊呢？今仔日若科比要从修理讲，马上叫修理阿变啊，这阵吼。

所以有当讲吼，台湾即个书法，就国民党无怪迄、那个，因家己讲啊，法迎开个啊。恁大家个少年，你毋知影、啊，老是闻听咧，因讲讲即句名言呐、啊，法迎欢迎开个啦、啊，迄可好咧，所以当兵即落积极的时候，我讲下恁开毋开一间欢迎啊？诶、欸，恁开一间欢迎，喊国民党烧饼，看多一间欢迎卡，迄、那個、生意较好啊。虽然这是咧生肖，但是咧啊。 是讲，说这个关案的是哦，伫台湾三厢无公平、无合理的老百姓对这个关案司法失去信心啦。卖讲遐恐龙法官啦、啊，那讲了恐龙法官哦、啊，真正哦，几百岁就对啦。你要是有一个、一个、一个法官走法官讲来性骚扰吼，讲来啦，也无超过七秒啊。噶你骚扰，你的是情无超过七秒。 讲无代志，那奇怪呢？这种啊，破案都来，各位，哪里你这个法官的时来电梯内底啊？我给你掏包啊，一两三十个，我管手存起，嘿，无代志。世间有安尼吗？嘿，年轻人，吼，嘿，有人想起来，开始讲嘿，幼稚个呢，嘿，性骚扰，好你也当讲我真个无代志个，竟然有这个法官，那不然按照培养出来的对了。 迄个我们台民政府即马个定两个真简单,單當、啊，当然啦，迄个犯罪条文足济啦，两条相条，一条公务人员贪污死刑，一条变刑，下加即两条呢，啊，还无多刑啊，因为发觉着即个道刑呢，无迄个人呢，对个伫迄就无迄个防止作用啊，为什物呢？ 迄个伫，如果你伫台湾即来讲吼，食爱食好，大爱大好，若无讲无人权，啊，所以一寡仔犯罪啊，出出入入，佮当作人走虾呢？我看内面拄好，我来佫入来一个，啊了了，了减刑啦、假释啦，吼，啊，内底百分之佫出来，啊出来呢，我内面拄好佫入来，啊，把件呢愈济愈大辈，迄细辈入面吼，這哦、人大哥，啊拢培养遐啊，尤其遐贼人吼、哦。 嘿个头盔车你也坐吼，入不来都有师傅嘞，阿李小龙你也入来，啊对阿咧头盔呢，好改改改价，所以出爱心咯，弄阿那呢，弄技术个高超，阿、啊、奇怪阿迄、那个在咧训练，对不对？即、這个训练所没有达到效果啦，你知影？要谈民主个呢，要促销，好、哦，阿、啊、那呢？你换条颈椎吼，你打电话判六个月，看一档哦，看是要降几个。 咱下恁若上迄落课时咯，迄个迄个迄爿专线个时咯，我来放迄个变形哦恁看。伊即啊，毋通恁也袂敢看这个着对了，因为恁有要做公务员话，你也毋知影。迄、那个变形啊，变去到顶哦，刻骨铭心呐、啊，互你拢困袂去啦，你着想欲欲搁犯罪啊啦。你着知啦，美国迄个克林顿总统为着因美国囡仔、啊。 伫新加坡有无？犯代志，你啊一个总统亲信，叫新加坡吼，爱唔当阿公呢？新加坡袂使，也是爱讲，但我也是爱讲减共轨啊。哦，一个总统出面，噶减共轨个呢，是安尼呢？啊，你就知道呢，因为你无共，袂惊，所以台湾的心哦，现在啊是能变成哦，你就知啊，犯罪率会降低。 尤其哦，遐对女性哦，遐对女性特别哦，遐我讲了变咧到地哦，免讲伊外了就对了。所以男主啊，你区别出来，讲的，你就知啊了。所以我顺便来讲咧，台民主的很多作为，需要彻底改变目前因所有的执政来对，包括怎样一样的。那么台民主用新的姿态来改变台湾的心哦，无阿多了。 因为安内他们烂了啦，已经习惯了这个这哪家哦，我算计给大企业家的的钱啦，政治现金啦，无数遍的，的啊、人是我是暗的，而且给人几遍啦，当然我总算掉一次灯呢，让他拜托啦，运输啦，工程啦，那个回馈啦，这恶性的循环啦，而且台湾变还好，一、這个工程一千万的啦。 赚了高的，钱啊，做做做四百万的工程尔啦，啊，今了六百万遭对伊啦，啊，这个是咩啦？好工程嘛，所以他们做你这个工程哦，我建议讲咱的中央啦吼，设立上嘞？精算局啊，精算哦，对这个工程或者材料，工人用多少精算，精算就讲生意人，伊那标的，他可以得到多少的利润啦、啊？ 他审核出来，所以中呢没有经过介绍人，没有经过中间人，啊不经过关系人拢无。一千万你来甲做一千万，你准赚赚一百万来做你赚去。你若九百万的即个品质嘛，但即摆就目前伫迄个局面无。你看咱迄路有无打马加路啊？那你清楚啊？啊不是咯，即边在修理，啊迄边在在烤，迄边在个。 规条路三百外公里啦，天天、逐日来修理路啦。你然后澳洲你看麦，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啥呢？为了荷兰要跟法国一个,個、迄个啥？迄个高速公路哦，充蛋。规条路你毋爱看人，工人伫遐咧做工诶啦。啊，路咧平平平啦。人一条路就骨力十档，毋免修理。诶，咱不是，毋是恁啊咧高速公路啊，看麦。

啊！你规条路拢有落掉啦！你看即个咧，贪污的即种情形，所以迄个内行人讲，较会清楚，我毋知内行无，我毋知人吼，迄、喔那个真正是安尼。迄、那个看我咧台湾的所谓有无？即条路连遐哦，啊连遐哦，啊奇怪咧，顶过来哦，啊即个要个哦，即马人迄个客运组起来吼、喔，来来来，所有的单位吼拢集中，即、這个管线吼变阿用，当时要写作会做起来来。 就他们做的像那样嘛，因这唔是呢，还叫钱收济啊，乱编啦！你打当那个预算，那个预算你若编了是若无用用哦，讲你执行不力啦。啊，打了关小预算啦，现在空糠出来，是那是还关啊？那个经过乌料呢？无啊，即嘛要个乌什物会啊？安尼，假借名义弄小遐预算，啊，当然一般老百姓生活真艰苦，伊无咧管呢。 拢好掉下公务员，所以呢，对象公务员、军公教，就是双举的三大条块，用作诱惑、优利分，电源十八拍也可以存在。啊，即、這个侪气死人呢！当初是啊，时空背景无同，鱼咧十八拍我看即利息咱只搞趴瓜咧，几无搞趴半搞所以加一杯利息钱互伊安定他的生活。 来这什利息是趴我呢？呢呢？啊，你啊搭配，无、啊、你讲啦，两趴三趴嘛？那是比本来利息，搁加一倍起，了，对不对？一不变呢？是拢调的。所以，即来只时喏，都假当假替，下山呢，飞鸟去鸟，飞鸟拢起一大堆。所以我公营机关呢，退休嘞，退而不休，弄个啥嘞？个中介公司，用那个子公司来假冒公司，阿爸见嘞，子公司假冒到，搁拖嘞，搁损啊公司。 所以，子孙拢食起来无公司啦。这个我们从那里发现，有阮高勇的零一四一他发现到古个即个停落地个。你也看有咧创业是咯，美金咧烧的呢，咱个烧金砖哩，烧美金呢。迄只个金就对啦，烧美金啦。迄古个听到较早个讲，中共是一个大母公司啦。结果中共做者退休人哦，做这个子公司啦。 业主公司拢知影，拢对一个部门，对一个部门啊，啊，拢来标即个母公司咧。马吉啊，一接无到下骹个拖咧，即个即个叫做孙公司啦。所以，咧，惊孙啊，公司食即个母公司吼，输即个妈妈奶咧，仔对奶水啊，输甲伊退休咧，佮昨日啊过咧输，啊，无要紧伊输咧，佮招下骹个孙啊，拢直来输。输即个老人保，老人保迄酷奥个是安那咧。 拢有一百空三个公司啦，一百三个拢个一百空三个董事长、个标总经理，吼、哦、啊！即、這、大、個、家拢拢食迄个迄、那个母公司的奶奶啊，啊真可恶呢！所以咱拢不得不干，毋知道啊，做一个人你也伤心的啊，和你退休，来表示你退休无你做主攻你若讲个是，你身体还好，你做主攻毋是你要想尽办法，迄个占一个亏。 遮年轻人怎么办？互你退休的时阵呢？遮快互少年人起来嘛？叫咱少年人接住无头咯，而别到位呢做太老。我比安，伊、那个就业是呾连着许个许、那个台低个小强啊，吼、哦、许、那个挂许、那个低个，下、欸、日台湾的有啊开始走个澳洲啊。所以咱太老个时阵，慢慢来个骂。咱尼执政嘞，咱真正是吼、哦、以后就变讲外口个了，就太老啊了。 那不是疲老了，越老了，这那家那就变太老了。最近呢，政策的错误。咱台湾是本来一个报道是真好诶，咱的地理呢，全世界上好的地理之位啦。咱的能量真悬。美国一个城市看咱小像了。真是咱荷兰科学家是来咱让咱台湾的能量呢，莫怪葡萄牙是经过迄个心老讲，哦，这是福莫沙。 啊！即、这个三十八档内底的胡萝卜丝，和即个中国人甲你创的心咯，是毋是变啊？讲啦，所以各位，今日机会在谈谈民政府的时阵呢，恁要爱去思考一个问题了吼、哦，就是讲，今仔日台湾何去何从个先，危难所集结本土的民主党的开始，伊的冲动的时阵，伊的摆的动机。 台湾呢，用个放在十字路口，各位，迄、那个十字路口表示没有方向感，表示因开始的时候对台湾要回倒去，要什么方用，民生农业开创者都唔知啊！因只咧讲话绿色，但是你把台湾放在十字路口，各位，咱咧开车行路路，你的十字路口是唔是爱挖咧挖咧？ 看迄边有车来无？迄边有车来，真危险嘛！赶快，咱台湾扛啊，是毋是路口个时，即、這个国家当然以后，毋知国家毋知影啦，是毋是真危险？所以呢，民进个时，我通替咱台湾出一条路，为台湾民主个个美国了个时阵咱来长迄个牛头啊，对毋对？咱毋要对付你国民党、中华民国，伊有法隔离了个时，中华民国是你处理个。 不是阮，所以咱呢唔免行街头，咱咩空间，所以讲你三月学运等咧差许阵吼，那谁讲我那呢？摇欲试，你知系无？因为这是少年的赤爱心吼，代表人不是自私的，因代表有智慧的。因讲诶，即福马老区百姓哦，咱台湾中小企业百分之五十，唔是五十名，超过八十，死鬼骗嘞。 所以这些囡仔不许踩到国民党的红线，就犯法，变那马建的心咯，不许踩到他们的红线咯。当然那是不是合法的啦，但囡仔蛮多啊，冻未掉啊。人家大人蛮多啊，闽籍人大人蛮多啊，啊，就马建啊出来啊，阿祖啊全是样如果违法，阿瓜马建啊踩到红线啊。所以太阳花这批囡仔是咱大人。 以后，咱的后辈，咱的子孙还有点希望，有他们的良知啊。也依然不是自私啊，唔是要有英雄气概要表现，唔是啦。因为这批人真正，那个话签的时阵，各位恁知啊，谁人去签的恁敢知？那个什么代表大人去签的恁敢知？无人知哦，恁知啊？林钟声呢？李嘉明问林钟声呢？ 哦，迄、那个活动也好啊，去前面啊。过来以后呢，迄、那个话叫做两岸经济架构啊。起码过来就是要服贸，啊个过来呢物流啊。所以伫服贸旧年，因为伫二话也要冲过啊。六月来要冲哦，因为三月太阳花无出来先咯，都要冲过啊。迄冲过台湾旧年甲今年诶先咯，状况的不太一样 毋是只嘛看遐个遐个阿拉的伯人咯、哦，来伫消费，毋是毋是安尼样样。你的世界看着拢是阿拉的个理利，英国人毋是帮助咱的就业的机会啊！英国来是毋是竞争啊？英国来是瓜掉咱的行业啊！所以蛮少对我来讲，讲人伊肯德基过来，麦当劳过来都无影响，奇怪呢？你讲遮、這個、你的目的啊？ 麦当劳、过来时，伊请拢咱遮员工呢？你看不？增加我们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人人人呢？有加就就地取材了，这的原料是咱台湾呢。伊毋是安那呢？毋是咱剥夺咱咱的生意呢？但中国毋是哦、喔，中国伊人煞过来哦、喔，你知影无？煞人过来无要紧，伊即马人过来一批一批过来办移民呢？咱挡会掉吗？ 咱冻袂掉，就欲过来是慢慢啊，把咱国的行业拆掉去了，为了干嘛啊不我？为了出国。因即马有一个啥呢？迄、那个中介公司啊，专门讲，诶、欸，你即下无套路，对起搭，中国什么什么做的呀？嚯，即马欠人，你也是在食套路啊！比在咱岛人的离家背景，咱本来伫台湾有咱家的就业的所在，就因家你拆掉了，你爱走离乡背景。 这是真悲哀呢！咱今日伫中国遐一两百万人，咱的咱的原来作者拢做头家哦，但是你失败，未失败，以后要怪去。啊，真侪人啦呢，落遐老教就么食菜教，咱今日进来啊，在底下为山为水，就讲哦，这投资好哦、喔，啊，咱这作者哦，落孝家村诶啊，那在孝家村诶哦，花、啊、得、啊啊、要贵哦、喔。 那个太太讲哦，我过来那边也发展种啥的，结果早期你知了，西迪那边也没人去啊，所以为什么那台啊弄二奶、三奶、四奶搞五奶啊？啊，都西迪啊，结果呢失败倒来我太太哦、啊，那,那个太太讲，好哎呀，遐中国人安怎安怎是来，今嘛搁重新啊，好，就用财神啊来抵啊，啊，另外又话为了讲要扶持中小企业了，有二次贷款啦。 你知无？阿咱只系民，你代表的为为何来个银行关锁啊？即把贷出来个钱，你若如果在台湾里面的用，阿你表示我们在互通，在国内运用流通，要八千嘞，唔是呢钱贷嘞？比金换来个贵啊！啊即把个失败呢，唔敢等来啊。所以咱流浪弟大兄，遐贷包啊，唔是台包啊，遐贷包一两百万，有悲哀无？ 真侪较早伫台湾会呼风唤雨嘅，真侪大头家在做流浪啊！咱若看到、听到迄个心哦，心情艰苦。为什么咱台湾变到安尼来？所以我讲诶，们民主威心哦，彻底伫中国伫即内只无合法嘞，无公平，所有诶骂他们只只政策全部取消了，有伊即个命令嘞。 一个政策，所以恁进台免担心，免烦恼。老实讲，伊转弯来是讲，我嗨啊，即、哎、阿拉客就过来吼、哦，观光饭店安尼卖去啦，餐厅啦安尼卖去啦，精品店安尼卖去啦。马吉呢，来游览车呢煞卖去啦，我带一条龙啊。到位过来，交洛阳下因来，过来住游游览地区饭店住因来。 餐厅食因的规迄落，啊，咱咱有趁着啥？咱拄趁着迄腊味啊，迄腊味还听有吼？迄个桂冠的吼，因探去啊。咱拢叫着从个点点啊啦，迄个算物算？腊味啊？落来迄啦，就是那鸭翅啊啦。即摆食饱了来鸭翅啊，踅踅行行来讲，哎，这个好处哦，对毋对？阿爸讲买一盘吼，六七来做一只啦。我们意思看看这个好不好吃？是买一盘六七来做一只啊？安尼呢？咱是叫着腊味啊呢？ 伊拢食饱来啊，所以你也想，今过诶是人通计。如果若百分之二十六，迄个消费者著是去日本还是韩国呢？因诶消费了百分之二十六，而且伊拢毋敢过贵。特别来咱台湾啦，你若百分之二十诶同款诶哦，来咱遮百分之十一点几呢？你看作些时间。 来遮世界呢无放过给世界乌嘛，所以咪看讲我啊，真济人可能佮较有落去啊，对台湾都无帮助啊。如果要袂把欧洲的、日本的、欧欧美的国家，价格 class 较悬的吼，拢拢惊走啊。我都迄饭店无话吼，人讲后头也都未袂住啊。迄闲的呢，何即辈较低的人来住大心哦？著内壁驱逐墙壁就对啦。 他说很无奈啊，他政策是这样啊，你开啊开放啊，开放格莱斯你也想讲，头也是讲团进团出了，以后改造那个自由行啦，自由行叫我跳机啦，啊咱这派出所拢揣家了啊，咱就不用再跳机了啊，而且因又化妆新婚啦，我是每一个公司的总经理，有可能公安的啊，有可能敌母啊。 哎，换做讲公司，我当处长怎会过来啊？结果呢，拢伫咱台湾内底世界的垃圾。你看咱国防只有破洞啊！啊，所以有那商家是哦，啊，好个在。那不然，台民主隔壁国已经准备袂好啊。就今年有可能正式就挂牌运作来去办。所以各位是今天你的台台民主核心啊，都要赶上时机啦。现在呢？ 我着混到过了十登的时阵吼、哦，该乘个坐板车啦，要到目的地啊，哭啊哭，哭过了十登。啊，恁呢？高速铁路去好啊，吼、哦、吼，恁、哦、坐得足紧嘞。同样到达目的地了。有、就、些、是、呢，我们我们不会怨恨，但是讲，毋是讲后来者居上些的啦。但最起码，就是讲，文道无先后啦，对不对？慢的古而早吼、哦。 同样要得到就得到了，无讲你先，你先闻到你就先得到了，无这个代志啦哦，无这个代志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共同大家勉励的是互相。原来，我那后个月吼去美国，迄、那个国际，迄、那个记者会了时，吼、喔，情况呢，就非常非常啊，好、喔、清澈了，一共清楚啊，哦、喔。 我光头一类人接不下来，你知不？<laughs> 啊，因为现在有些还不能讲的就是啥呢？因为这个中华民国吼、哦，一个西安也、哦、去不赢吼，伊无安那讲出来，也无迄落伫的。因为即卖你来讲讲中华民国离开台湾会真济吼，尤其食国民党头路的人，哪有可怜，无可能啊。 因老金也被离开中国大陆，那时候还两百万大军咯、喔。为什么一时之间，老金还是飞机飞四国个，为咱平和来？老金也先飞平和，你知影无？飞机的平和了，过才两个月，到回过来咱高雄，高雄了，到过来台北的。哎，这边拢温伫迄个迄、那个山侪哦，草山，是吧？迄草头大是草山。 曹操的阳明山呢，也大抵啊，就是、啊，所以东的西那就拢无可能，但事实上就是有那个可能。所以中央比较，现在你也讲不可能，你若记中国大陆的时，你就知影一时之间就有重大的变化，因为咱后国的正式提高的时候，咱得把它精华，把它缩短了，而印成咱的 DM。 各所在嘞，迄个咱即马六个州吼，我们六个州，佮包括五十个郡，拢每天几乎无同款的所在，拢出去做啥呢？唔是游行，是啥物呢？去分店，去分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迄个大街小巷啊，我是巷也无入去啦。来大街，有些吼、哦、可能跳过人过，有甚跳过人过呢？ 因为你去就是中国人，因为冠军大的所在，你无需要伫遐鸡聊赖嘞，吼、哦，迄叫跳过人过啊，对毋对？在咱的报纸内底有告知啊，我们报纸会登，所以伫哪的报纸，哪的报纸通通登啊，这个是叫做通告。我开始登，我毋是干登个啦，一般的广告，我登个讲迄个绿色个绿色个，自家报纸毋是的中登。 即个公告，迄换你的公告无？迄公告出来伊，不管你有要看无看，我都公告啊，就对啦。吼、哦，我台面上就写呢，我咧公告，啊，你有要信无要信？迄啲嘅代志，我有公告，美国的就讲，哎，我们要这样做。你不公告，嗯，啊，你苦掉我一下，借给你啊，你啊。我所以咱带领着 people on Taiwan，就是带领台湾这来这的人，迄时咱呢，就是因为台湾关系法的那些。 啊，咱甲讲诶，是说 people of Taiwan 一要讲啊，o 国家 of 个字呢啊，所以咱是本土诶台湾人，所以你青史文件是爱个日本时代诶天本啦、啊，是毋是啊呢？恁头拢听日本时天本对毋对？即个、嗯、美国甲咱讲诶嘛，诶、欸，恁头家你毋知呢，但美国人作清楚，迄个代表本土诶台湾人嘛，历史我叫你较始证明啊，啊无你咩啊？讲台湾诶叫台湾人吗？

哦，也是德国人啊，分袂清楚啊！你别你也看，迄拢迄拢是美国啊，其实毋是啊。港管你看是，诶、欸，你是中国个台湾人，日本人分袂清楚，为证正摕出来，我是三款人。所以咱必须要抢身份证，希望咱各位把咱亲情，比如同学叫抢身份证。这身份证的是我们的保护，就是咱的保命符啦。万一有啥物三等两短时阵吼，即代表了台民政府即条身份证。 美国就必须要保护我们，所以咱就正式改换你改料心咯，以英军那发这身份证诶啦。所以，我呢遐叛军呐，到外口遐，到为民军党遐，讲去假，各位这是不是千真万确？我哩袂假只，我先去我扎一了，迄落迄落，因遐叛军说话迄三百块啦，伊无时间通互恁看，无恁看，啥物叫三百块，啥物叫一千块？ 咱就全国假港爱上的美国人嘞，有晶片嘞，有防卫系统，有密码。各位你的小，你的身份证你家注意看卖，内底有防卫系统，有咱的社身份证迄个迄、那个橡皮啊，有密码。所以谓内底身份证无的，甲咱台湾民众的身份证内底嘞，而且最重要是咱以后要用嘞。咱即晚要要签旅游证嘞，有这身份证要签旅游证，为什么？ 特别讲啊，你是要占了国，你当初和中华民国，你委托你这家但出国用 passport，这里 passport，因为他民主要代替中华民国，别无伊啊，所以你必须要给我们旅游证，我们国内你也当用易，身份证一通，咱只系美国，一用要身份证啊，国内啊，国内现在飞机可以通啊，咱的留意个他民主规定啊，但国际上他们说的是目前挨个管理当局，这个 passport。 所以咱即马甲美国讲的是，咱即马有咧签啊，各位即马国州拢在签旅游证啊，旅游证就是配合美国，若他准的了，咱要送起嚟，那就真紧就落来啊。即是了双管齐下的对啦，即无一定安尼做的。当同志，波多黎各新因国际线时间到吗？到八点二十，八点半，八点二十哇。 这时间的是，喏，不知不觉，唔知啊吼，我讲起来都过头去了。我想讲到八点半吼，所以我简单讲两分钟，我各位知影吼、喔，我为什么用这个白色珠链？两分钟来对讲，有相当有一个研讨会了吼、喔，那个关前啊吼，这个白色看物的吼，白色、黑色，你也知影？都乌多啊。就是黑 好多杀人打打杀杀的个人的行为啊，但白色的这杀人哦，我你看无，这是政策杀人呢？这白色不吃练的，这练你知影吼？迄个咱过美国迄个六十几年来，咱台湾的生活在政治炼狱之中。要自练呐！这、这个美国迄个迄个判官呐，炼狱中去个呐。啊练呢？你那迄个先哦，就搞啊，炼丹啊，炼仙丹呐、啊，个练呐，就用这个练呐。 迄物件练的，啊我們！我伫练啥？我用身躯啊，甲用我們的青春去练的啦、啊，就这樣。这白色之恋吼，以后有机会我啊进一步啊，各位的心吼，迄个介绍这白色之恋伫国民党经营，啊！即、哦那个只、啊，所有只拢伫遐行，伫遐热带，即个只，你看吼、哦，情报处、党本关系，阮大官也是保密局、保密局、蒋介石啊，个贵有无？ 迄南所、北所、安溪军人绿岛，哦，阮只啊唱小阿吉个，这裡有时间呢，当互各位知啊，因为时间的问题吼，诶、呃，以后你那个各去哩，就是我管内底，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啊。今天多谢各位，希望大家有信心。